你把你武装这么严弄啥去啊？买两盘鸡蛋去。屋里有鸡蛋，买啥鸡蛋了吗？那咱明儿看我估计跟我姑买两盘鸡蛋。鸡蛋。他屋里年上爹为学历当，你不也提出对了吗？鸡蛋实惠嘛，你说。啊，那你去回来吃啥不吃？吃嘛。对。安分的加盐，温水和面，揉成面团，醒半个小时，揉成长条。剁成小鸡子，揉成细长条，盆底刷油，揉好的面盘起来，全部盘好再刷油，盖上保鲜膜再醒一个小时。开始扯面，配合香面条。猪手老鼠，葱、酸、辣面，热油一泼，盐、调、酱油、醋，今天真香呢！你看这大肉大肉，咱都吃够了。我早都想吃油泼面了。哎，或者跟你走了。哎。Ha ha ha.